年迈杀手爱妻惨遭黑帮杀害，为救爱妻，杀手穿越时空回到过去，却被年轻的自己不断追杀。命运的轨迹会因为他的穿越而改变吗？今天木卫就给大家讲一部科幻动作电影《环形杀手》。 在未来，穿越时空得以实现，但这一技术却被某个黑帮组织秘密使用。他们将目标绑架后，戴上头套送到过去，让环形杀手杀人毁尸，以此躲避未来警方的追踪。小帅就是一名环形杀手，他每次接到任务，在指定的时间、地点，目标就会自动出现。任务的报酬银砖会被绑在目标的背上，他只需开枪杀人后毁尸灭迹就行了。但是如果哪天他发现目标身上绑的是金砖，那就意味着三十年后，雇主为了撇清关系，抓到了他，让他自己帮自己毁尸灭迹。他们行内话叫“封环”。一天，小帅的好基友长毛。 也遇到了风环，虽然戴着头套，但是目标哼起了他小时唱的儿歌。长毛知道这是三十年后的他。 这让他下不去手，眼睁睁地看着未来的自己逃跑。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，黑帮组织会找人杀掉现在的长毛。这样一来，不守规则的人连三十年的生命都没有了。不知所措的长毛找到小帅，希望得到庇护，但是为了自保，小帅最后还是把他供出来了。这天，小帅照常接到任务，准备杀人，但是这次来的人却在他开枪的时候转身用背部的金砖挡住了，而且还趁他换子弹的空隙把他给打晕了。醒来的小帅知道任务失败，未来的自己老帅已经跑了。 现在的他必须赶紧找到老帅，不然被组织发现就会要了他的命。于是他在自己身上刻字给老帅传信。他知道这样未来的他身上也会有这些字。果然，对方如约到了一个餐馆。 在这里，老帅给他讲了个故事。原来，未来是会因为现在而改变的。老帅有着小帅不同的经历。当年，老帅成功完成闭环，拿着钱花天酒地，享受最后三十年。后来，他遇到了生命中的挚爱，但是突然出现了一个大魔头。此人单枪匹马统治了所有黑帮，还让手下送所有环形杀手立刻完成闭环。老帅找人查大魔头的底细，但是刚拿到对方的出生日期和医院代码，黑帮的人就找了过来。 混乱中，黑帮的人失手杀死了老帅的爱妻。为了拯救妻子，他打算穿越到过去。根据得到的消息，杀死年幼的大魔头，才有了最开始小帅被未来的自己打晕的事情。小帅问到：“符合信息标准的有三个人，难道你要把他们都杀死吗？”老帅默然，可小帅不同意，二人就打了起来。此时，黑帮的人赶到，小帅趁乱撕下了老帅地图的一角，转身逃走。老帅也是跳窗逃离，两人就此走散。 小帅躲到拿到的信息上的地点，准备守株待兔，但是被这个地点的女主人萨拉发现。在萨拉的儿子的劝导下，萨拉让小帅进房养伤。几日之后，黑帮搜了过来，小朋友受到惊吓，爆发出来惊人的念力，把黑帮的人毁灭了。这下小帅确定了，这个小朋友就是未来的大魔头。但这些天的相处，小帅实在想象不出来，这个可爱的小朋友长大后会变成一个杀人魔。 另一边，老帅找到了资料上的两个地方，毫不留情地杀掉了两个不确定的目标，同时还找到了黑帮基地，解决掉了所有的敌人。现在只差小帅这边的目标了。他找到开车的萨拉，开枪将两人逼下了车。萨拉带着孩子在田野里逃窜。远处的小帅见到了这一切，他突然明白了，原来因为萨拉的儿子目睹母亲被老帅杀死，逃走后性情大变，才会在未来用超能力控制黑帮，要求杀死所有的环形杀手。这是一个无解的循环。为了打破这个循环，小帅选择了自杀。 这样，老帅就会消失，萨拉和小朋友也能得救，未来也就不会有大魔头出现了。过去我们无法改变，未来我们无法预测，但是我们能掌握当下，不是吗？木卫说电影每天陪伴你，我是木卫，咱们下期再见。